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巫婆，而且是一个有经验的巫婆，所以我的名字叫做……答对了！欢迎来到纸风车返校日线上剧场，一文抱抱好利哉 ，tag 山穷水尽入入青州小菜送出，让我们看下去。这个蛮有创意的。暑假到了，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跟规划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跟着屋顶的译文 information 玻璃哉。本周纸风车的行程也是满满满。首先跟大家说，武松打虎在7月31号晚上7点钟在宜兰的苏澳国小，8月1号晚上7点钟在苗栗狮潭枫林国小，8月2号晚上7点钟在桃园新屋启文国小。再来，屋顶看世界，8月1号晚上7点在南寮渔港空地屋顶环游世界，8月2号下午4点半在桃园观音莲花池。为了迎接台湾疫情解禁后的第一个长假，各县市政府真是卯足了全力，争相邀请大朋友小朋友来玩。如果大家刚好有选择障碍的话，那你就先犹豫一下，因为你在犹豫就来不及了，活动就过了，就过来不及了。不用担心，如果你一直犹豫的话，那你就跟着屋顶走，准没错。哎，你走去哪？夏天 ，summer 是莲花盛开的季节，一年一度的桃园莲花季，从7月开始到8月30，举办各式各样与莲花有关的活动哦。比如说乘坐大王莲、荷叶植物染、手做荷叶饭、写生比赛，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表演，欢迎大家去桃园莲花池玩。我要告诉你，8月2号，屋顶也会去哦，嘿嘿嘿，赶快去玩。疫情在世界各地还在持续当中，今年的宜兰童万节特别举办了星空版，从下午4点玩到晚上9点，它的活动内容一样精彩哦。活动内容包含水舞灯光秀、星空舞台、星光游戏场、星光游艺彩街、星光装置艺术，而且在夜晚办理，多了一份神秘感。哦，新竹市的朋友有福啦！今年新竹仲夏艺文季，把整个新竹市当作大舞台，并且邀请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团体接力的演出哦。有幽人神谷、福尔摩沙马戏团、明华园戏剧团、台湾特技团、武林剧场，还有我们纸风车剧团，从7月11号到8月29，每周六，新竹市民看好。看满。虽然现在大家例行着防疫新生活的运动，啊，生活也过得比较自由，可以做一些你知道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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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 know，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，松懈不可取，坚持第一名。看表演的时候要戴口罩，勤洗手，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以后有什么艺文资讯 information 屋顶马上玻璃仔，拜拜。哦，谢谢，辛苦了，你头不要一直这样，我这样不好握手了。谢谢，让我来参加节目，谢谢，这是法国人的敬礼，是不是？七点夹，对，下次要记得再发我。好，没关系，下次哦不要发他，他头太长了，一直卡到镜头 ，NG 好多次，累啊，你知道吗？